大家好，多谢嚟到肥坤频道收睇肥坤嘅片啊！今天是10月的30号，今天收到份礼物啊，即系刚刚片头见到的360 AirPods 2啊，啲靓仔送俾肥坤，佢话肥坤。啲觀眾多咗好多啦，獎勵一下啦，都叫做開心嘅。傍晚時間等唔切啦，要出嚟試下部機啊！呢部機標榜係夜晚拍攝，好靚嘅，好暗嘅地方都影到好清楚嘅。咁啊，試下啦。時間是6:00剛剛黑齊，就出嚟又看影一影啦。趁住仲係好多鋪頭有開鋪噶，未收工。如果8:00出嚟就閂曬鋪噶啦，烏燈黑火噶啦。而家仲有啲朋友喺街嗰度留連坐下。甚至買個飯盒喺度開飯。呢度係右看嘅一街同二街之間嘅公園仔啊，唔錯啊，睇落呢部機啊，我都心都喐想買噶。嗰啲僆仔啊，仲快過我，一年一次咁多啦。叫做氹下我開心啊！不過我哋出嚟玩 YouTube 嘅就久唔久都要換下機嘅，所以要跟得上先得。呢啲機啊最好玩噶啦，3000元多啲，好過用手機啊！手機動不動要過萬。今天在右看轉個圈啊，這些地方應該很黑的，那它拍得挺清楚。這裡是右看第二街的巴士站，剛剛放工啊，很多朋友都向住拱北那邊、關閘那邊去那邊出關，有很多收工啦、放學那些都出關的，在那邊住很多。有看都叫做人多車多了，這個鐘數可能出面新馬路那邊仲塞車，收工時間啦，而家6:30，呢度直行去就生果街啦。今日為咗試機揼揼轉啦，又看飯都未食啊，咁啊應該拍完片翻屋企食飯啦。睇到暫時嘅畫面都幾定㗎，跟得上手機，影到嘅人景象都可以接受嘅。入咗嚟黃金商場，裏面好黑嘅，但係感覺上都好光啊！有很多店頭都開始收工㗎啦，冇乜人行啦。呢條街大部分都係賣鞋多嘅，賣拖鞋啊、運動鞋啊、皮鞋啊、水鞋啊咁樣啊，大部分都係賣鞋嘅。對面就賣服裝嘅，
街口嗰個位置就係黃金酒樓，黃金酒樓都接咗好多個月啦，接近一年啦，差唔多啊，都未有聲氣開得翻。澳門的新聞仍然都是很少的，明天我們準特首啊就要赴京啊，見下啲老闆，咁啊上場啦，應該是今年的12月20日回歸那天，第六任特首，見下國家領導人啦，明天就飛的了。還有有些新聞都要可以講一下的，澳門輕軌啊，在11月1日1點11分又拖了一條線啊，即是由馬國可以去到石排灣公屋那邊，去到醫院那個站就轉車，即是北京協和醫院那個站轉車，去到好遠啊，去到路環啊，如果在馬國那邊上車不用兜來兜去添啊，直到我們沿著右漢街市轉一個圈呢，那些店頭都挺靜的，一進夜就沒有什麼生意的，街市都收了。感覺上不錯的，暗的地方都挺光猛的，它標榜是這部機的標榜是夜晚拍得好靚，抵玩嘅，仲送兩嚿電添，好過用手機啊！嗱，依啲地方係好黑嘅，入到嚟右看嘅公園啊！呢度係熟食中心，對開有一個舞台，搭曬棚喎，係咪有節目呢？啊，望下係聽日嘅，聽日嘅18:30，可能有啲歌舞表演，唔少得嘅就係中國隊啦，可能有啲佛德國啊。巴西啊，去年肥坤都拍過的了，可能拍到外國隊可能不出得街，中國隊又沒問題，我們在右漢公園那裡拍一下，未吃飯啊，那人還在公園那裡流連著，跟那些年輕人活動緊啦，幾熱鬧！呢度對埋佢就係熟食中心，即係講起熟食中心都應該係幾貴下嘅啲嘢，不過就叫做好多樣嘢揀擇啦。有啲話，有啲人話佢平，有啲人話佢貴。試過即係要自己親身上去試過先知，呢個右漢嘅招牌都拆緊啦。黑嘅地方表現得唔錯嘅，幾好，俾好多個讚嘅。不過夜晚拍片肥坤都好少啊，尤其是街片添。不過久唔久都
都會出去行下嘅。僆仔玩到咁上下就翻屋企食飯噶啦，未夠七點，六點零鐘嘅，嗰度鋪頭都準備收工啦。肥坤一個快閃啦，喺度轉個圈，一入夜就冇乜生意啊！啲鋪頭、超市都係啊。尤其是而家有消費券添，超市就唔用得，幾靜下嘅，不需要都要買嘅，應該比平時嗰啲平咗好多噶啦，落曬價。反而夜晚係多幾個人行下添啊！早上我覺得仲靜下添，可能呢個時候收工咧，人多車多啊，再遲一個鐘好靜噶啦。望到好似好光猛啊，直頭好黑嘅。有啲鋪頭好早就收工啦，六點就收工啦。整一朝九晚六。黑的地方都拍得挺清，今晚整晚讚他，即是感覺上是抵玩的。又細粒又細舊，感覺上都不是說發熱嗰只啊！以前玩開嗰啲高普啊，好熱嘅。今日感覺上啊，冇乜點辣啦部機。今日快閃，嗰啲燒臘檔啦，賣勁好多嘢喎，呢個鐘數。大便宜啦，李坤今晚在右看轉一個圈都趕住回去吃飯的了，沒惹得滯就吵的了，家為了自己心頭好啊，走出來擺一擺，一收到禮物就即刻心不在焉啊！點解好想試啊？今晚叫做係試機啦。我哋轉入嚟生果街啊！陸續開始收工了，
有看生果街，好多鋪頭都拉咗閘啦，已經六點零鐘啦，條馬路好靜，見到啲小立檔擺正好多嘢，企曬門口啦，冇生意，市道真係好弱啊！這個鐘數賣不到就明天的了，陸續地收工了，呢啲賣鹹魚嘅都幾多自由行光顧嘅，啲鹹魚鋪。